干嘛呢你？孙腾，孙腾，你没事吧？啊，孙腾，孙腾，你没事吧？ 江，江，江，真厉害，简直是象棋神童。现在的孩子真是不得了。是啊，是啊，没见过这么牛的小孩，一个对三个，这么轻松就赢了。嗯，可惜了，也不知道是谁家的孩子用这种方法赚钱，也亏他父母想得出来。嘘。
象棋、神童。你就是那象棋神童啊？有事吗？刚才我听说你跟三个人下棋。没什么大惊小怪的。嘿，咱俩来一盘。什么意思啊？先给钱。先下棋再给钱。先给再下，不然不下。嘿，你这小子够倔的。你可以不下，我要输了我罚你两倍。多少钱一局？二百起。二百是吧？二百起。一二三四五，我给你五百块，输了你得给我一千啊。OK。摆棋。一大早怎么这是火气这么大？哟，这才几点啊？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来这么早？别打岔，到底怎么了？哎呀，今儿我是糗大发喽。陈实也有丢脸的时候啊，说来听听。我今天早上上班的时候，路过公园，碰到一象棋神童。你跟他下棋输了给他钱，赢了他给你一倍。怎么你输了？废话，要不然我能这么难受吗？陈实，你都是老油条了，会被这种小把戏给骗了。你可别忘了，现在外面好多这种摆残局的，都是为了骗人钱。摆残局？我跟你说，这小子跟摆残局的完全两码事。我知道，摆残局就是他记记棋谱，摆摆残局骗骗钱。但这小孩从头到尾一招一式跟我下，一点假没有，全都是真本事。哎，我本身以为我的棋艺就不错了，我跟他玩三下五除二，刷刷刷二十分钟，给我杀死了。这么厉害？要不然都叫他象棋神童呢。象棋神童，你说的是真的？这事我还能骗你？我这么穷。这样，你再去找找这个孩子。干嘛？嫌我输的不够多啊？你说这个孩子是学过正规象棋很多年的。依我跟他下棋，我看他的套路，他绝对是专业的学过。你想想。一个如此高水平的少年棋手，那家里肯定是花了很多钱和精力来培养他的。那么一个可以参加比赛的少年棋手，那家里条件肯定是相当的优越。那他怎么会用这种方法来赚钱呢？你说的也是啊。所以你再去找找这个孩子，跟他聊聊，问问到底怎么回事。哎，行行行，行，我去。但是你看能不能先借我五百块？你不刚发工资吗？快去。小家伙，又见面了啊！我想跟你聊一聊。聊什么？就依你现在的象棋水平呢，完全可以参加国家大赛了。为什么还要在街上、在公园里边跟人家赌棋啊？你家里缺钱？
跟你没有关系。你这样天天在公园里边跟人家赌棋，你爸爸妈妈呢？小家伙，你心里要有什么难处，一定要告诉我，兴许我能帮上你，啊？我的事不用你管，请你不要来烦我。嘿，这小子。你这发什么呆呢？哎，现在的孩子真是太难搞了，真不知道他们心里边都在想些什么。连个孩子都搞不定，你可真够训的。这次可不是我训啊，是这孩子戒备心实在是太强了。喏，我查了这几年象棋比赛的资料，上面有个孩子才12岁就得了冠军，叫孙彤。照片有点模糊，是2年前的报道了。你看是不是你说的那个神童啊？孙彤。哟，想起神童，清水这两天赚了不少钱呢。把哥们儿瘦肉精拿出来，要哥俩画画。干什么？干啥？抢劫。谁不知道你一天挣多少钱啊？实话告诉你，老实点，把钱拿出来，要不然哥俩对你不客气。站住！拿过来，拿过来，拿过来，快动手！起来，什么情况啊？哎哎，干嘛？哎哎，兄弟兄弟，两位大哥，两位大哥，你们两个想要钱是吧？孩子不合适，我这有，我这有啊，我这有，这就给你们拿。哎哎，好，好，好。小子，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是屁股有点疼。哎，对了，刚才那俩哥们你认识啊？不认识。不认识？不认识。不是，我说小子，你这么天天在街上赌棋，人家都知道你赚了不少钱。今天两个小混混被吓跑了。明天怎么办？后天怎么办？啊？还有，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是属于违法的？小说属于赌博，大说你可是诈骗啊！刚才谢谢你救我，不过我也不认识你，你为什么要帮我？哦，对了，来，这是我的名片。我是第三视角的记者，我叫程石。对了，我可不是什么坏人啊。坏人都不会说自己是坏人。嘿，这小子警戒心还挺强。对了，告诉我，为什么在街上赌棋啊？是不是有什么难处？哎，你告诉我，有可能我会帮上你啊。你能赢了我，我就告诉你。什么？下棋啊？嗯。下棋呀？怎么样？不敢呀？那就算了。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这样，今晚我还有事儿，明天咱们再下。明天咱俩一决高下，怎么样？好啊。说好了。嗯。哎哎哎哎哎！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？孙彤。孙彤。我算记住你了。没错，就应该是这个孩子。这个孩子从小学象棋，家庭环境不错，父亲也是很有名的棋手。可是这么个孩子，
现在跑去公园赌棋，不至于吧？这里面肯定有原因，他一定是瞒着家里去的。哎，他没给你说别的事儿吗？没有。哎，对了，但是他答应我，如果我下棋下赢他，他就告诉我。我感觉这孩子还是有故事啊。咱们要是围绕他做一期节目的话，收视率肯定没问题，没准还能帮上这孩子。你都输人家一次了，人家又是象棋冠军，你怎么赢？山人自有妙计，这么长时间了还不相信我吗？好，等你好消息。棋都摆好了，来了，来了，开始，走起来。哎，小子，你可别忘了咱俩的约定啊。吃。嘿，好厉害！爸爸年轻的时候就特别喜欢下象棋，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。哎，那个时候啊，没有现在的好条件。爸爸最大的遗憾呀，就是没拿过正式比赛的冠军。爸爸，您放心，我一定拿个冠军回来。其实啊，儿子，拿不拿冠军啊，倒无所谓，好好的练棋，长大后啊，好报效国家。爸爸，我一定好好练棋。好儿子，记住了，这可是咱们俩的约定哦。好儿子，该你走了。你小，我让你先下。当头炮，我跳马，出马，我走炮。小家伙，除了下象棋，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兴趣爱好？走车，没了。那你为什么这么喜欢下象棋？将军，跳马，黄头，棋谱。彤彤，你好好跟爸爸学下象棋，将来拿了冠军，妈妈就答应你一个愿望哦。谢谢妈妈。爸爸，我再也不怕你了。是啊。这次我儿子有护身符了，真厉害！走棋，将军，皇族，你还没赢我呢。咱俩这不是闲聊吗？出炮，孙彤，你是不是得过象棋比赛的冠军啊？跳马。真的，哎呦，儿子真棒，一下就拿个冠军回来。儿子，儿子你真行，真行，儿子。我拱足。小子，
你这棋下的不错啊，是不是练了很长时间了？好，退一步，你还下不下？我当然下呀，咱俩这不是边下边闲聊吗？飞下。炮打卒，吃兵。卒子随便你吃，我卒子多的是。我走车。小家伙，你怎么不说话了？你还没赢呢。你信不信这盘棋我赢你是迟早的事儿？口气真大，看来上次输的还不够厉害。嗯。不知道有一句话你听没听过，这人生啊就像下象棋，不走到最后一步，谁也不知道谁赢谁输。这种漂亮话我十岁的时候就听腻了。嗯，没想到年纪小小，感觉你阅历还挺多的。怎么着，你对人生有独特的见解？这棋，你这棋是跟你爸学的还是跟你妈学的？我爸爸。抽车。该你了。说实现我一个愿望吗？啊，答应你说吧。嗯，愿望，嗯，愿望，愿望。来来来，儿子，为了让你妈实现你更大的愿望，来，爸爸玩家传家绝招交给你。老婆，把那个棋盘拿出来。好，快。孙萧阳，给我。孙萧阳是你的父亲。啊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他现在正得着重病，躺在医院里，对吗？孙萧阳，你的癌细胞已经扩散了，住院治疗吧，好好调整身体，调理心情，没准能撑个一年半载的，随时观察情况吧。而且有一点我要提前告诉你，你的这个病啊需要巨额的治疗费，这可不是一般家庭可以承受得起的。没错。继续下吧。继续下。赶紧走了。吃车。这是一步好棋啊，想跟我换车，但是我不想跟你换，所以我跑。再吃车。你是决定了要跟我换子儿了？那我再等等，让我想一想。想什么？是你狙呢。这个狙我不要了，送给你了，将军。原来你是为了把我这马调开。哼，小家伙，就不能我有两招啊？快点啊，我将着军呢。我想想。孙彤，你在公园里摆棋赌棋，就是为了给你父亲赚医疗费，对吧？是的。
叔叔，您这是？赌棋。你赢了，我给你100；我赢了，你给我100，怎么样，小子？感兴趣？玩笑，昨天连我3盘，我都输了3万块钱。不，再下一盘吧。不下，再不下。叔叔，哎，小鬼，你年纪还这么小，就已经下得一手好棋。如果你回训练队好好训练，将来参加几个大比赛拿名次，那奖金也不少啊。没时间。你爸生病是需要筹钱，但是筹钱的人也不应该是你啊。你妈妈呢？你管不着。好，我不管。下棋，我将着你呢。老师，对不起。我要退出象棋队。为什么呀？你都已经得过一届象棋冠军了，下一届又要马上开始预赛了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啊？老师，没事。多可惜呀，一个这么好的苗子。电炮。上棋局抓马，看马。上炮打车，上马将军，将。小家伙，多简单的一步棋，你还是得好好练练啊！以后还是别在公园里摆棋了。还是回到妈妈的怀抱中去吧。别和我提我妈，我没有妈。向阳，我受不了了，我真的受不了了。文娟儿啊。我知道我这两年苦了你了，我知道我这病啊把咱们家都给拖垮了。小雅，咱们家的积蓄早就没了，现在还欠了一屁股的债，那小杨，你别怪我，我真的受不了了。我的签证已经办完了，明天就走。文娟，你小杨，对不起。不留你了，我不耽误你了。不过小童，我那边安顿好了，会来接他的。文娟，
爸爸生病了，家里没钱了，妈妈走了，不要我们了，再也没有回来过，我们找不到他了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等等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cannot be reached at this time. Please try again later. 那你恨你妈妈吗？我恨她，我恨死她了。你妈妈走了以后，谁来照顾你爸爸？我爸爸生病后，家里已经没钱了。医生告诉我，爸爸能被治好，只要坚持就有希望。现在只能我救我爸爸了。你？爸，你好点了吗？孩子，爸爸没事。哎，对了，那棋练得怎么样了？挺好的。哦，那就好。彤彤啊，你只需要做一件事，那就是练好你的棋。我知道了。哎，这才是好儿子。嗯。下棋吗？咱怎么玩法呀，朋友？我赢了，你给我200；你赢了，我给你200。好，那就开始吧。你先。想你妈妈吗？不想。我可以帮你去找你妈妈。好了，我输了，你想问什么就问吧，我遵守约定。小家伙，我想问的早就问完了。像你下棋这么好又聪明，你真不应该待在这儿，你应该回到训练队好好练棋，然后参加比赛，你知道吗？还下什么？我连你都下不过。如果真的是我跟你下棋的话，我可能连10分钟都撑不到。什么？看我的手表里面，里面被我改装安置了一个摄像头。其实跟你下棋的不是我。啊？在我来之前，我就联系了象棋大师。他会通过这个摄像头观察我们下棋的每一步，然后通过隐形耳机来告诉我该怎么走。所以你输得不丢人。但我还是输了。你说吧，你还有什么要求？哦，小家伙还是蛮有志气的嘛。
这样吧，带我去见你父亲。啊，小家伙，你爸住的是哪个医院？南海医院。南海医院？啊，南海医院，我想一想。出发。现在。你说什么，彤彤？你出去下棋，就是为了赚钱给爸爸看病？是的，孙先生。你还退出了训练队？哎呀，孩子呀，你真是太傻了！你怎么能这样？爸爸付出了那么多，就是为了让你好好下棋。可是爸爸。可是什么呀？可是您怎么办呀？妈妈走了，家里已经没钱了，我不赚钱，您的病怎么办呀？我的病不用你管，你给我听着，你立刻给我回训练队去。我不。你再说一遍。我不。哎，孙先生。哎呀！你回去不回去？爸爸，我已经没有妈妈了，我不想再没有爸爸。彤彤啊，是爸爸对不起你呀！爸爸，爸爸，吃。菲菲，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？孙先生的医药费解决了。孩子的情况我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，我这就把信息给你发过去。然后我希望借用咱们栏目的力量，联系上爱心机构。我想帮帮这孩子。大家好，这里是第三视角，现在插播一条消息。有个孩子叫孙彤，曾经是市象棋大赛少年组的冠军。两年前，他的父亲不幸患上了血癌，需要医药费。这个孩子为了救自己的父亲，现在放弃了学业，以赌气来赚钱。我们希望全社会行动起来，帮帮这位孝顺的孙彤。我代表第三视角，谢谢大家。真的。孙彤，你好，我是陈实的同事，我们知道了你的事情，为你做了特别报道。爱心基金会专门为你成立了捐款账户。我刚刚才得知啊，短短一个小时，社会上好心人的捐款已经达到了30多万，后续的会越来越多。啊，这么说，你就不用再去为爸爸赌棋赚钱了，你爸爸的医药费也可以解决了。哎，小子。我是不是跟你说过我能帮上你？啊？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好好下棋，回到训练队。嗯，你爸爸的事儿，交给我们了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小家伙。喂，你好。什么？
太好了，谢谢，谢谢你们。怎么了？孙先生，孙彤，刚刚医疗机构看到你们父子的故事，特意打电话来告诉我说，他们可以无偿为你提供你所需要的药物。爸爸，这是真的。孙先生，这么大的事儿，我们能骗你吗？爸爸，太好了。谢谢，我真的谢谢你们了。孙先生，您别激动了，快躺好。小孙彤啊，接旨，以后好好练棋，回到训练队，不许在街上赌棋了，知道吗？嗯，拉钩。哎，文娟。妈。逍遥。彤彤。对不起。你怎么来了？其实我压根儿就没出国。今天看到了彤彤的报道，我受不了了，我实在受不了了，所以我就赶来了。彤彤，是妈妈不好，是妈妈不好，你能原谅妈妈吗？妈妈，你说过，只要我得了冠军，你就会答应我一个愿望。答应，答应，彤彤，你说什么妈妈都答应。我的愿望就是你和爸爸还有我永远在一起。彤彤，彤彤，妈妈。张文娟，小杨，你快快把象棋拿出来，我跟儿子杀一盘。好。吹散爱的迷雾，忽然间看得清楚，我无谓的付出，你却还不满足，把我的真心亵渎。雨打湿我的脚步，为什么这么无助？那花落的泪